Ida 的美颜以拥有 K-pop 中最美丽的面孔之一而闻名，她的侧脸和完美的鼻子一直是粉丝们的热门话题。有些人甚至说戴面具不公平地隐藏了她完美无瑕的容貌。最近，美颜在 ins 上更新了造型，一头乌黑短发让大家大吃一惊，获得了粉丝们的广泛认可。当他们最喜欢的偶像放弃自拍时，粉丝们感到幸福是很常见的。但这一次，美颜的外貌是如此惊人，连 Ida 的队长田小娟都觉得有必要发表评论。她写道：“有你。”你很漂亮。另一位注意到美颜新造型的名人是 TWICE 的 Sana， 但 Sana 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头发上，而是被她的朋友与她的相似程度所震惊。她说：“今天美颜真的很像我，我想我们真的很像。” Sana 和美颜的友谊经常被称为两个最好的朋友的定义，尽管他们属于两家不同的公司，但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。而且有人发现他们使用匹配的物品来炫耀他们的关系有多亲密。粉丝们期待看到两位华丽偶像未来更多的互动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讨论。